姐，摘星楼为什么会被雷劈啊？之前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？那个摘星楼是太祖皇帝在世所设，也是这100多年来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我跟你说，我前几天刚去摘星楼看过，他就竟然被劈了。那些都是巧合。巧合吗？你呀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来，好好睡觉。有阿姐在旁边。怎么，你怕就怪我身上了？怎么啦？是不是又做噩梦了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阿姐，怎么啦？去年上元灯节的时候，附近吴城因上元灯节看花灯发生拥挤，死伤无数，然后那个县令就锒铛入狱了，是不是？确有此事。怎么，突然问起这个？蓉儿，玉淡萍不会也出事吧？蓉儿，万一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蓉儿。